总统蔡英文前一阵啊公布四位大法官的人选，其中蔡蔡政自赴美，今仔透早是接受立法院的审查。国民党的立委讲到有38死刑犯还未执行，问讲敢应该爱赶紧来审理。自赴美是无发表意见，啊，那蔡蔡政表示，伊认为所有的案件拢爱赶紧来进行。立法院二十针对大法官被提名人进行询答，再去由蔡蔡政、朱富美接受审查。国民党立委赖淑宝拍头阵，第一题就针对废死议题，公告民调有我88%反对废死，目前有38位死刑犯拢申请宪法诉讼。赖淑宝批评大法官调岗拖延死刑。这问蔡蔡政、朱富美对废死的立场要求表态，大法官敢是应该加速审理？我想所有的案件都应该妥速进行，被提名人在审查程序都是不能够发表意见的。你们现在把我们就是晾在那里，知道吧？你们现在把我们是摆烂，对死刑人就是摆烂，所以拖在那里。林焕仪顶日就宣布法白乌条款三度通过，让法改政局恐惊危险。蔡蔡政认为，限制人民参政权无超过比例原则是稳准的。另外，司改会做出大法官被提名人评鉴报告，指出林焕仪落错心渣，流露民主宪政困境，点名蔡蔡政欠对社会多元面向的关怀，是为一位无责任的被提名人。时代力量批评被提名人记者会。答文官无勇气接受检验，连这个保密分案呐，这个威权体制下的一个产物，你都反对？因为我们这个电脑建制的系统，我们觉得，因为我们没有开庭，所以那个有没有把经办的法官对外公开，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不大。这个赖副总统说来立院国情报告的备询是违宪，我觉得因为照宪法条文规定，他应该是报告了哈，但是质询回答可能就这个有讨论的空间。相对性骚扰证据探收，因个目前法律配套不足，像性骚扰防治法申诉期只有一年，性平三法修法防治会优先法案，朱富美表态支持，公告减少校园性侵，建立对身体自主权的认知，伫校园培养健康的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